有請兩隊嘅球隊咧，可以首先咧翻到我哋嘅後備席，我哋即將咧會進行我哋球隊介紹嘅環節。We please now invite all our team members to please return to the bench. We'll enter our introduction ceremony. Number 23, Kang Nam Koon. Number 32, Ji Jong Hyun. And number 77, Jin Jong Joo. Welcome all our team members, our assistant coach, Lee Ying Ji, and also Kim Jong Hyun, and also our head coach, Master Wong. Welcome.
二號兩換徐子峰，換走咧係七號。
林子軒人。 男子王耀球换人，32号简章渊换走咧10号天庸渊。 澳门大学11号信功犯规，澳门大学要求换人，换上咧3号宋春毅，以及咧10号郑子轩人。 红色2分 N1， 罚球1球，由7号袁宗洙。 红色8号犯规，澳门大学要求换人，换上7号林子轩啊。 澳门大学要求换人，换上11号杨谦。咁啊，韩国 Master Wong 亦都获得罚球机会，有8号钱庸淑2球罚球机会。
第三轮分有效。 非常之精彩的表演啊！恭喜曬兩隊。
有趣嘅話咧，有會唔會同今日另外一陣間同射波咧係有關係㗎 ？OK， 咁啊，現場觀眾熱烈身啊！我哋中場咧會有玩遊戲嘅遊戲環節，轉頭陣再同大家説我哋第二節嘅比賽咧，即場開始。 紅色八號犯規，澳門大學球員底線波。 鱼翅煲，两分 jump shot 得分有效。好靓啊！呢个 push up 入八号，Kim Hong Suk，两分。
大河哥。
Shuttle反馈 Master Wall 挑选
公民打投壶犯规，红色要求换人换出七号阮松树。 蓝色犯规，最后进攻时间12.2秒。
Thank you.
就有 Howard 同埋 Eric 係啦，咁啊，恭喜曬兩位，咁啊，送一張呢個由 PSX 贊助過，我哋有一次睇到呢個金額啊，$200元嘅現金禮券啊，咁亦都多謝曬你哋兩位一齊參與，我哋可以一齊影張相，一齊影相。冇嘢拎係殘啲嘅，但係下次咧我哋要好啲啊！
三號李東勇換入。
暫時比分70-47。比賽時間5-6分鐘。 上篮得分，比分77-52。
Lee Tokyo.
暫時 Master Wall 領先。 比賽時間仲有9分鐘。
就冇門檻，廖超華咧兩球罰球嘅機會。 我剩下兩球罰球，未能把握到啊！紅色要求暫停。 Thank you.
最高時間14秒。 澳門大學的球員，目前比分93比61，比賽時間仲有7分13秒。 澳門大學4號班號泳犯規，澳門大隊制犯規嚟到兩次，比賽時間仲有5分48秒，最高時間14秒。
23號犯規，我們大學兩球罰球。 李建威拿第一分。我靠！我靠！对啊！
적용 시간 3박 2일. 最後15秒的最終時間。 恭喜上。